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回家，不逛街了。回家收购了这个牌子。你是木木？云秋，童姐。瑶瑶，其实我跟英就早就在一起了，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也是因为怕伤害你。既然你已经同意分手了，那你会祝福我们的吧？分手？英就，我们什么时候分手了？这是我们今天发过的信息，你同意分手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分手就分手，这种事情一定要先发制人。凭什么你先说？瑶瑶，其实英就跟你在一起这么些年，他从来没有开心，一直没有忍心跟你说分手，也只是看在你爸爸是他导师的情面上。而你，成天只会拿那些酸诗给他看。你以为这是在古代吗？我跟童锦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大学毕业了吗？我男朋友已经博士毕业了。这就是你和你女朋友分手的原因？博士毕业了，就再也不需要他和他爸了，是吗？你。这位先生，你的这款表可是限量款，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你消费得起的吧？你跟瑶瑶确实结束了，那条答应分手的短信是我发的。虽然我是没看出来这位童锦小姐哪里比瑶瑶强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对吧，玉芝？瑶瑶，你们早就在一起了。